我们可以摸到这个背阔肌，就是其实如果你慢慢摸，你会发现背部它是很强的。啊，但是我那个昨天讲到几条了哇，在讲到几条讲到了，啊，那 latus mas 的这个啊，那 muscle 的，啊，那肋骨强都行了，特别是夹心部收腰的啥。所以我们，你看不同的肌肉，我们要用的力道啊，用的用手指或是手肘，这个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有的肌肉太强壮，你用手这个力道不太够，所以就需要用到手。我从的碰见动的，你下周忙着吧，忙着吧，切枪忙着吧，忙着了。宝贝，你说说个用碰见那，你能动的用咱们这用的，开始用的怎么那个啊？当开始用我是怎么那个啊？当我得在咱们这用过个了啥？它主要就是你要去感觉这条肌肉的样子是怎么样，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教你们推拿，地方都是一些容易拉扯、阻塞这边，所以你去 touch 这个肌肉，这个就是你的记忆，就是你要感觉这个肌肉是属于哪什么感觉的肌肉。有的肌肉稍微一摸就很痛，有的肌肉你要用很大力还不是很痛，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第一，不给下中的人民就老把抢过来，下中国做大东一啊，等你压马抢，等你马能。啊，你用下针管的情况，开始用手术那样等，它是慢那样等着，用咱们这用个螺丝。还有，我们会根据这个肌肉的位置、我们的做法，还有我们的姿势也不太一样，这个都是需要你们要去练习的时候，你们才知道我怎么做会好像能够比较找到这一块肌肉，跟我比较推的时候比较有感觉。你的下肢骨做到蛮着蛮着松松，你门肌肌当用蛮着蛮着用个嘞是，你腿的话能动动用，就皮筋夹动用了，但是长嘛用，啊蛮着蛮着，等你手术出来用大囊型的用，啊蛮着用个嘞是不个。所以我们下去练的时候，就是说，哦，肖老师带动一下以后，就是两个人要赶快下去练，因为你要自己去感觉这一块肌肉，而不是只是想象而已。你要你自己的感觉，我要怎么处理啊？这个是要练习的。啊，说，不过明年到你们的啊，讲到这个的，给全部用不过那你下这么多才两节，俺说说三班那些，不过得用大的嘛的，都是用让人民讲过的啥。所以我们可能下礼拜我们要等有床的时候，我们到时候会这个肩膀的这些肌肉要考试，考试就是。会要让你去推拿，例如说现在推背阔肌你要怎么推，然后推胸小肌你要怎么推，就是这个我们下礼拜卧床来的时候我们会做考试。第上课的几码的了，我从第年初第绕周个罗噻，年初绕完了，那前头对他第一岁周，他一岁了那着，第刚但是不给明日人着急，年初多年第一回当学生了呢，我到中学呀，中学期了等情况，practice 第去买那的买酒，第能动多少干点干点能干了，你不给那对明日人过年，他就周周能跟上。所以你们几个小老师是主考官，就是说他们会帮你们推拿。推，例如说我说啊，现在是哪一块肌肉，然后就是例如说五个组或六个组，就是要哎，就是一个一个上场啊。啊，你抽签了有的哇，抽签啊，那你抽签这人，啊，你给了我的朋友呢？你下这么多高高级内了呢？你当然不给着急，抽签说，别的人把人把你用过来是啊，能干。所以你们一定就是练习的时候要去练，因为你用头脑记不起来，要用你的手去按摩，你才会记得。啊，人家们就说碰到老板强、老板娘，等于说什么都能整过来噻。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做，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开始做案例的判断，你必须了解这些肌肉的位置还有骨头的位置，这样你才有办法做判断。前张那得改全部修的是，啊，不给个的日八档，那底下下中个，那里多少的，人均面积的啊，那大点的，特些档啊得改全部的，第几万元呢？不给个呢？你说说能够得到的好过多少次？那你也要知道，例如说有些肌肉它是第一层，有些肌肉是第二层，然后要先做哪一条，然后再做。学长，你
下种个人把东坡人把个牛啊，俺人把什么子呢？那得人把人把用个了哇？俺人把各个性用完都说说当那些好过着个嘞，都写不啊，得写当然了。我们现在翻开59页。他当我说学生啊，我今个哪个啊，到了大四。59页这个谱子是我们前胸的，我们前胸像过这个胸大字。我做的中下切切吧。我今个学生。那这张图上面这张图，它是把胸下肌把它这个剪掉，然后把它拉开，所以可以看到胸大肌下面的肌肉。我从第中下切个就得接下来第二个的了，大家同样的。我们先看上面这个图的右边。我从第用胸。这一边啊，用小的啥？哦，你没有看到这个胸大肌，这有一块肌肉，它把它剪掉了嘛？我从的pectoral is major 个的 muscle 等我在接下个的话子，得解决了它子，得脱下个子的。有看到吗？通松也是。然后剪掉以后，我们看到。这里面有激素，有没有看到？第，我说的中下切，怎么了？接下的话，得联想的话，是第二的。然后这个胸大肌这里这边被剪掉，对不对？它打开以后，然后这旁边是不是这个三角肌，对吧？第。Pectoral is the major muscle. 等我说接下来，接下来第多个就得搞的是呢，我从第 deltoid muscle 了。所以这有看到往肋骨的方向的肌肉，还有往手臂方向的肌肉。第红这个，第翘了，你马和你马上那儿得上对吧？你爬上去了，用怎么给它用？第下重去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个往手臂这边的肌肉。往手臂，就是这个胸大肌，它剪掉的下面这个地方有两条肌肉，一个就是会肱肌，一个是肱二头的短头，短头肌这两条。大当地pectoral is major muscle 的接下的第二个的脑络呢，下这么人把尼玛留下的话，那第一个是呢 ，quadrobrachialis muscle， and bicep。这两个是往手臂方向。这个是我从这红个的脑络的嘛，对出来去了。我找到这两个肌肉的字。他当地的下面那个拉松还是？有吗？哦。哦，这个、往手臂的，要把它画起来。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往胸腔肋骨的，这个就是小人肌。哦。不，胸。胸小肌。他当地。他说你用压的耳膜肌压多少多？他搞的来呢？我从的 practice minor muscle 来的，他是。所以他们这三条肌肉有一个共通点，什么共通点？就是说，他从上面下来，从上面下来，肌肉从上面下来是都是从这个喙突这个地方。但第一 muscle 的，你看马用就在高年用过来了呢。但用手个，你空的，等那个做 quad 口子，你去过？哦 ，quad 口子啊。我们之前请你们摸的有没有 ？quad 口子，刚才我说那个强音吧，我第一个在你们马的那掉的，但是。所以它往手臂有两条肌肉，一个是会肱肌，一个是肱二头的。第一。我说你髋骨的托尼的 muscle， 你马上哪掉了？这个的髋骨 brachialis muscle， 这个的 bicep， brachialis muscle， 但第二你干嘛敲掉它？那另外一个是从这里到胸腔肋骨。第用人把对打当的这么个脱了，这么个脱了呀？就是。对啊，到胸腔肋骨这一条叫胸小肌。第二个来呢 ，practice this minor muscle 来的，我中下切穿了的了，对吧？那你知道我们？做很多动作都是往前的，对吧？我说你个猛起来的，感觉能蹲了，你个强的能给我往前蹲。所以都需要用前面的肌肉。现在我说你，你个几点呢？你个情绪都鼓啥的高过个在那？我说下这么蹲个下这么低个，你个几个月了？所以这三条肌，
这三角肌肉都是属于比较 中深层的肌肉。第一个下肢四米啊，下肢四米的下肢个的凳子不是，咱们学员的是凳子，咱们那样子。那这个会攻击耶，会攻击跟肱二头的短头从这边下来到手臂，所以我们要怎么找到这个肌肉，就是要往会突的方向，然后肱骨的会突的方向靠近肱骨去找。哦，你刚刚才说的呢，我从你髋关节啊，髋关节到你妈呢，髋关节开了什么事了？俺弟脑老你主要也那个在红里学的，所以你们在红里学的。但当地髋关节 process 的力高脚啊，得踩大家。老话点子，那个坑子尖，你要把这个叫当，第二力高的大大突出对。哦，你找到自己的会突以后，啊，你慢慢往这个。啊，他到底是过年那个的话，是过年的，他晓得比老老的怕不讲。啊，往里面，往这里面讲。但是老了。去，然后肱骨的方向过。啊，不讲讲不讲讲，你单单第一个，我在块儿搞这个的，脱下来了，不看的，上帝他你妈不讲讲，晓得。哦，这样你现在这样拨一拨，再拨一拨，你会觉得说这边肩膀比较轻松。哦，第一怕不讲讲。啊，那第一个下这么大了，不叫讲的，不就那你告诉你，穿的是带子仰着个的，错了。大概这个位置，会从这个位置下来。啊，你要让我在右上，啊，你当然你刚才去左右了。在这里对不对？第二，这块儿高点吧。下来一点，然后往这个方向。第哪了呢？对吧？啊。然后他两条筋从这里下来。骨骼的下那个那地头的麻了，用脚了是。它是两条肌肉从这里去吗？啊，第下这么那个地方呢，都是蛮有用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找会突的位置下，然后伸进去，往内往外拨。啊，第脑络，你髋这个地下这么久，下这么久脑络呢，不加脚，等你趴的呢，都是趴右过来上。那另外一条肌肉是从这个会突到胸腔的，啊，在中下冲啊的。那这个胸小肌耶，胸小肌，你看它是在这有三根肋骨有看到？中下胸啊，人了那人吧这么多，第二只能够是什么的在什么？它这里写大概三到五肋，第三肋到第二肋到第五肋。啊，第什么的啊？什么你话懂？什么我把路都看到了噻。我们锁骨，我们锁骨下来。里面是第一个，啊，这里有啊，我们摸下来的找到的第一个胸腔的肋骨，我们从这样摸下来吗？我们从这里这样这里摸下来的下面，你看这个有一根肋骨，这个就是第二肋骨啊，这里面第一个把胸腔麻痒的第一把肉呢做什么的让动作第什么的什么你要摸到的你吧胸小肌从这里过来，我觉得它大概三到五了。啊，胸小肌，啊，是第三的到第五。中下冲啊掉了，中下冲啊的八七零地给那个边的，什么什么刀，啊，什么什么刀就要把它给切掉下。所以它到肋骨这个地方，肋骨这个地方它是附着在肋骨上面。什么什么刀就要个地什么套了给它打碎。所以我们做的时候要就是躲开我们的胸大肌。啊，我从第一个到呢，你啊，张下切完有了吧？我第一得看切一下效果的。这胸大肌这样捏起来有没有？我这里张下切完的地呢，老板要讲呢，这背得过来，这背得过来看擦上血多不多？对，进去。第一脑脑你怕不结结过来啥？然后进去，我这样拉，我从这里进去。往会突的方向。啊，老花底下来讲，那老花先把底个把弄牢呢，把皮夹夹。那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手再贴在肋骨。对你把皮夹夹，你底打多少秒啊？底疼你妈能消啥？啊，往下摸两下。对你妈皮夹夹，晓得吗？这很痛的。你哪个的在背修哪个的？哦，等下会做给大家看。带自己啷个也强制经过啥？那我现在讲这个是大概一个顺序，你先做。你先做这两个。等等，我说第几个啊？等等的。再做这个。Quadriceps brachialis muscle down, bicep brachialis short head 有了，我第二节
等于 pectoralis minor muscle， 哦，但第三点。因为我们手背常常工作多了，我们就会拉紧。我说南京有老话，第四呢，你睡觉那个时候，难得吃了太阳棒长着。那先把肱骨松掉以后，手再伸到里面做运动。哦。现在我从地种些青蛙的，那我得跑步教教。等你到铺个，单单的相中木松的，那老把强过的。啊，胸脚力大概是35热。单单的种些青蛙的，那怎么松把东西哇？啊，那地把东西开过的。啊，躲开这个胸大肌什么的。对，啊，那种些青蛙的，但是看下了线还是前脖子要看线。然后这里做完以后，是不是肱骨也比较松掉，胸小肌也比较松掉？Cricoid brachialis muscle 等那 bicep brachial muscle 那个，做的多呀呢？啊，你第一弄第一，我从第二弄大点的超有啊，我第二超把第二做多个的。它这里会松，往上松，会松到上面的肩锁关节。啊，第二做的多呀呢？我从第二超个什么多久了？差不多。啊，后面到大点的锁第八多个的做多个的。所以这根锁骨它就会稍微打开，就是稍微。翘起来。啊，都是对，说拽呢，你按照中立的摆的可了，带着牙个开些的就着去翘着个的，可说着个了。然后这个翘起来以后，它在这个锁骨下面有一条肌肉叫锁骨下肌。啊，先生，你中立的可让当心个下来就看下来协助的。第二个，第二，你按照下阵子那个的是第八个呢。哦，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三个步骤。所以你看这一张有没有？你看到胸小肌了，对不对？嗯，第二个人的，他是中下翘。这样画，你们看，他是中下。啊。Pectoralis minor muscle 的，对的。可是你这边，他是不是要把胸这一侧这边的图，是不是把胸小肌也剪掉？啊，你拍摄好这么低呢？单单你中下翘了点，都不晓得多少。那你看到这里有没有？这有几个圆圈圈有没有？第二个呢，那过过去多少？上面这个就是锁骨下肌。第二个，我从第，我从中立个弄了。在这个锁骨下面的一条肌束。中立个弄了的，第七个下这么的强度的咋的？那这也很重要，因为你看看这个下面这个圆圈圈有没有？它是不是从锁骨这里，然后通到这个手背？这里是不是也被剪掉了？从这里通到这里有没有？是不是有圆圈圈？第八个过过过过去多少次？第二个中立奥尼的解决了多少次？这里有三个主要的东西，一个是动脉，一个是静脉，第三个就是手臂最大的神经，就是臂丛神经。特别啊，那个是现在全部修的噻。刚才呢，第二个那个从那拍摄到多少年个长度了多少？有没有这？我们要圆圈圈，这个就是我们手背。血管啊，跟神经是从这里下来的。我从第六八个，第弄那个神经的往上游啊，往上的第弄那个的嘛的列表的啥？抓经过锁骨这里下面这里。第二说中立哦，你吃了列表的啥？然后这里是锁骨，如果紧绷，还有是会压迫它。啊，第一个三三的弄些体外呢，我从第啊第八十游啊的八十到多少多少到那些。下面这条肌肉就会变得很紧。啊，第啊，先生，你的中立个个的下阵的别超胸腔要来啥？啊，第一个就是胸小肌，有没有从喙突这里缩下，把它包住？啊，第一套了，但那个是开掉的，那第中下腔啊开掉的 ，pectoralis minor muscle 的开掉的啥？胸小肌如果紧，会不会把这个管道拉紧？哦，第一怕它疼心着。这个管道有代表什么？你搞的是啥？动脉。啊，从第拍子。静脉。多少？还有。这是我们第二用刚才的网上去掉的，是它网上。哦，臂丛神经在这里。啊，网啊，不然肯定是对吧？网上都用在这。我们手臂的神经，所以你手会麻或是会没有力，跟这条神经就是。哦，当然网上的，我说六八三三不一样的，这样等着对吧？对，它等第二，对的 ，brachialia 的 plexus and that's nerve 用在这，它当然。臂丛神经它是从颈部神经这边下来，然后经过锁骨下。当然是兄弟，王三，我说你讲那个讲这个的，王三的，你没用，你这里哦，你当我说老板个弄那个怕机器的话，先老板弄的，你老板不要都是第一个。所以第一个是从这里有没有有两条肌肉？啊，第二啊，第二什么肌肉的话，是这个大的 quadricep brachialis muscle 肌 ，bicep brachialis muscle 和你。往手臂的方向，对吗？这个是哪？那我说你啊。
红的有小的嘛，多小的。就是会攻击的。Cricoid brachialia muscle and bicep brachialia muscle。那第二个是拉过来到这个胸这个肋骨。胸小肌。啊，对你我记得吃的吃的把的降掉的，这个是哪个做的 ？Pectoralis minor muscle， 我对的，它第什么的哪个修的？从这里过。嗯，它 ，cricoid 对你的帮助就是多了。哦，对你拍照就这啥？那什么什么东西我把它记住了，对吧？啊，记得吗？等你立马的记住的是。啊。啊。第三个就是这里。什么的对你要吃了的？这个那着力熬了，它你下这么久了，就在手中那着力的开始完，那着力熬的，马上的我说通过了，那叫地板地，什么的这里是。所以我们说，这里紧的话，就压迫到这个 muscle 的超过胸腔呀，那你那兄弟，往上的怎么能调整个大些？往上，别的。来马导。这个配小子，你 ，model， 这个配小大些。行行。所以你要先找到会通。头痛不？我从第一块块的吧。块块这个地，你过的我从第六块抢过来噻。那当然，我们可以假设我们先胸大肌少先放松。我从第一张下去吧 ，practice major muscle 的所有动作噻，第六块抢上噻，等你第八了有了噻。我可以胸大肌先放松。头痛不？苦个地。张下起来的时候，动过是。让他手臂张伸，你要善用你的腿，让他就是手臂有地方放，这样你出力就比较方便。都是可能个老板都说说，那些大家，俺那老板都是千万难千万那边的李老修有的啥，忘记了。等你妈婆姐叫去，这个你，都是些。他当地 pectoralis major muscle 得到了。他用都是今年那这个日子，这么个。就是这个。你张下去了的被下这么被轻薄的大家。那你拨的时候，你自己要手肘压的地方要感觉，你要感觉上面在拨什么肌肉，你要自己有感觉。手肘这么把压的话，压完到你手肘个除了凝固的大些，手肘个地 muscle 的一个软的肉就有点 work。那跟着有啊，得说说错过了东西。那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就是三个步骤。当我从第马上升级啊，我第升等我做。那会通在这里。他等你块块的都是瓦西。啊，这里面攻。第脑络你他等你用这巩固，我从第你从，我从第红那个红骨。会通在这里，大概你要知道它的高度。第拍。让我们的菜里子中啊，能这个东西。转下了。第块儿。往里面抓。块儿块的马，等你马得是小的。爬天。这样拨这两条。都是今年大单的马上了，你知道。这两条是前头说你这样，你这样拨会像我这样拨的。都是今年马不叫叫我的啥。老板给把这，把这这这，把这这。它是要往公布的方向。但第一看上着，第一怕天天那叔叔跟你，或者你红酒药，红酒小了，看上了红酒小的。表面要伸到里面。然后到时看上你，看你一年都是在那用过嘛的话，弄了的等啥子呢？弄了怕不进，弄了走，肯定怕不得。所以你如果找到位置的话，你拨就它就会很容易找到，然后效果就。就明显就会酸痛。可能个你打打着玩意，那你可能那地朋友切药的，打打可能，老说的错了就用不到的，
朋友吃就是。你这两条筋从这里下来到肱骨，所以这两条比较松，就是肱骨是不是会比较往后面放松，对吧？为什么？因为大拇弓都是往前跑，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是往前工作。现在的髋骨这里，它当地髋骨这不是开了是 muscle 动，先把这里看 muscle 动来呢，当地我从的红里有了，当地第一第一次叫不拢着些回来是，可是呢我从第一的单节呢弄了个，弄更多了是，第一叫不拢着回来是。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抬起来，然后就是你要躲开他的胸大肌。人帮你话的，你也说说个屏幕躺下，第一次压降些。这块是胸大肌。这个是呢 ，pectoral 是 major muscle， 啊你中线切完得的是。所以你要从。要从有没有这个下去，然后顺着它肋骨的方向。中下切完的呢，那的卡小的，稍稍的红绿有小的，怕不叫叫。所以它是一个弧度，所以你要这样伸进去，然后这样。你弄老的把不叫叫，那髋骨这个啷块着去，揉着去，怕揉啥子有的。第一卡小着压着那髋骨这个穴，髋骨这个地方，你弄老的呀。你看，我这样。都是今年。卡小压儿，刚刚你稍微测一下，就当中啥手脚子呀？啥？没得啥？啊啊！那大家比较清楚。嗯，都是这样的，第三种是。对吧？你们从这里。嗯，他第八种的话是。慢慢伸进去。等你妈这么急这么急，当时不是让把它带上。先伸进去，伸到比较高的地方。怕你不讲讲不讲，等你压，带子压着过儿，当时。好，那伸到。这里，你看手指大概在这里。压着呢，那去弄弄把的啥地方怎么弄着？手在弄弄的，先往再往这个肋骨的方向摸一下。嗯，单单地给那个地弄弄的，老把强的，我说你怎么有了？怎么个套了？老把牛啊，其实。大概先你摸到上面的东西就是胸小肌。啊，怎么个套了？这个多少是？在单单地去过 pectoralis minor muscle 中下穷啊，得不得？再摸一下。等你妈吃点些啥？等你妈是挺潇洒。所以第一个你伸进去，你伸进去的时候，就是你要找好像可以伸进去的缝隙呀、啊，好像你在钻东西钻到里面一样，是你要找到那个空隙，然后把手指放上去。你那个都是今年老爸怕问题，怎么怕就这个了吧？家那个是菜呢，我说你去家那个，你把朋友个他不是听见，把菜都煮了，就把西装都是怕这菜，等你碰到这个拉着个东西。那我们手指的指腹就会贴在肋骨上。等你我说这怎么跟你塞脚了？都碰到你的什么他怕了一下？然后贴在肋骨上有没有？因为它是汇出从汇出下来的胸小肌。啊，这个时候我们。你弄弄那个人要我说你髋骨的不起来是 muscle 的，你痛的嘛样子？马听的那年的你姑姑马家子，苦跟第一个不不第一个的马听的马都是六十几年，俺这马家子。等你压都是压的。啊，贴在他的肋骨上。啊，碰到的可能芝麻他个怕是这样子。啊，锅跟虾这样。这个马是天生。等你这个的是。会酸很痛。啊，差个的那个的。那你这里松掉以后，这里也比较松，它会松到肋骨。嗯。它顶你锁住着呢，你也在它周围，是吧？把中央锁住着个是啥？所以我们看到锁骨，它的下面，我们这两边有没有？这里这个下面就有一条脊柱跑出来。它的周围凹了，但你这个吃了不用了是吧？这个等碰到你的马上。第三个很容易，你就把这一条稍微推动。它碰到马上四百几万的严重。对你压对你，天王给他不接脚，潇洒。将手臂方、肋骨方还有锁骨这方这三个方面，你的技术就会比较好。的确，送给他，怕不接好着个是，不接脚。要伸到肋骨下面。他当地怎么个熬了？伸到肋骨下，大当地怎么个熬了？怎么动不过了？这也没问题。大，扭转轴对也是，刚刚轴对也是。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让小组长
小老师帮忙带一下，再稍微讲一下位置，哦，然后开始让他们去操作。到时间呢，早上个的给了全部上学，给那都是现在这个老关系了，是吧？哎妈，有问题吗？啊，这个刚刚走对还是走吧走？哦，这个是前胸的压力。这个是南华村的张先生的动格的刚刚的大车。那这里的拉力跟背部的压力有关？华村第一个天气比较天要忙这个呢，压不到当这个要大车。所以这里松掉以后，你再看这个肩胛骨的这个大。这个小菱形跟这个背部这个地方，它就会有激素跑出来，因为这两个前后是相对拉。啊，张先生，后头当呢，你加不了的引起敏捷压大过的 left scapula muscle 的，昨天引起敏捷压大也嘛也嘛都是大过的，关键这样有的是。好，我们先练习，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一些。啊，我说的讲到的是第几了？用什么来拉骨啥？对吧？这个对是。